大家好呀，我是小蛙。今天我们继续来玩创意听量吧。这一次玩的关卡是这个，我是老六，咋回事？对面的僵尸又要偷我家了。这一次我并不可能再让对面僵尸偷家了，我小蛙说到做到。哎，这对面的僵尸居然只有这一种。这个僵尸可以隐身的僵尸，要是我们这面的猪没有灯笼草的话，这咋看到他们呀？好家伙，我们这边的植物都是触发性的植物，根本就没有持续性攻击的植物，所以我们根本就不用看见对面的僵尸，只需要把这些植物种在他们前进的路上就行了呀。所以说我们只需要记住每一条路上有哪些逃走僵尸就行了呀，那还是蛮简单的呀，毕竟我小娃的记忆力还是挺强的啊。死过不是吧，这盗贼僵尸啥时候跑过去的？我咋没有发现他呢？他可真是一个大老六